传言，虫族宝藏始于先秦，内有几千年来虫族所累积之金银财宝，得其者可招兵买马，改朝换代。孤独离开璀璨的黑夜，谁存在谁崩坏，身手不凡少年的世界，你归来又离开，心念人间这夜，爱恨过往消散，最后谁两鬓斑白，曾经沧海等待，长夜路漫漫漫漫走，慢慢停留，慢慢至死不能让宝藏落入贼人之手，若有二心，甘受千重噬骨之刑。谁念人间这夜，爱恨过往消散，给予我充足的宝藏。天下大争之势，不争则亡，谁敢放过虫族，绝不手软。我们早就不是为了宝藏在战斗，我们为的是我们的亲人朋友父辈，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温暖过我们的人。孤独离开璀璨的黑夜，谁存在谁崩坏，